各位有没有看到全联盟不分位置排名第一名 KD， 我排名第二 35.8 分，第三名是 Irving， 第四名甜瓜，第五名是上一场打爆我们的 LeBron James 99评分。我是一个新秀，还一直被爵士队压在替补，我能打出联盟第二。如果分位置的话，控球后卫 Irving、 Rose、 Curry 哦，当年 Irving 碾压 Rose 啊，对，因为 Rose 大伤后 Robinson、 Williams， 我们是全联盟得分位第一，哈登被我压在地上打 OJ Mayo、 韦德、Lou Williams、 Kobe 第六啊，再来小前锋 KD、 Carmelo、 LeBron， 果然这两个当年很顶， Rudy Gay 当年很顶，中锋毫无疑问果然是 Durant Howard， 确实啊，他那时候还是非常顶， Lopez 第二， Cousins、 K-Man， 这时候的中锋其实没有那么多优秀的，如果表弟正常没受伤，脾气也好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比 Howard 强。大前锋居然是 Aldridge 第一，第二名是 Kevin Love，第三名哦 ，Dirk Nowitzki， 确实合理，毕竟德老2011年带领小牛拿到冠军，现在才3年后，评分还有83，他这次能力值非常猛。如果想要像德老一样在球场上使出招牌金鸡独立，顶着对手使出各种高射炮，享受这种投射的快感，那就绝对要来战车世界。想必大家听到这 IP 肯定非常耳熟吧？这也是市面上最知名的战争类型世界级多人线上游戏，不仅荣获了许多年度游戏大奖，并且还创下非常可怕的同一时间 MMO 伺服器中最多在线玩家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项纪录真的非常扯啊！重点是还完全免费，光这一点就非常香。这款游戏中的战车数量超过800台，各种类型都有：战车、歼击车、火炮、轻型、中型、重型战车，喜欢打什么炮都能满足你。外加超过30张地图，喜欢湿的、干的、可爱型的，以及还拥有数十种模式可以游玩。听到这是不是觉得非常适合跟朋友游玩同乐呢？还不快找上你的炮兵朋友一起打炮战？现在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注册并下载游戏，并使用我给你们的邀请码 COMBAT， 新玩家就能马上获得7天 WOT 加值账号、20万银币、英国6级中型战车 Conwell B， 外加3台租赁高级战车 Tiger 131、T87、Type 64，直接瞬间让你从新兵登大郎啊！至于你是老炮兵、老玩家们，也能获得3天加值账号、加值战车租赁7天、英国第8级中型战车，拥有100%训练有素的成员可参加10场战斗。那如果你的车库已经有这台战车的话，就会变成获得10万银币补赏，欢迎各位赶紧加入游戏，一起当个战车指挥官，来场刺激真实的战斗吧！这家伙是谁？零证明了他的地位，要对上亚特兰大老鹰。老鹰队战绩是啊，垫底。7胜19败，我记得当年某个月份，好像他们5个人先发同时上当月最佳5人。Lou Williams 79评分 ，Paul Millsap 80，Al Horford 81，Jeff T 75，Michael Beasley 天才75，居然还有 Dennis Schroeder 68，Cover 受伤变成55，奇怪，他们这个阵容怎么会垫底啊？飞机上几分钟后，哎呦，居然有新剧情，怎么了？你还醒着吗 ？Need something？我只想在大家面前说出来，你最近打得正好，你取代我先发，对吗？本来就要取代你了，哦哟，应该是在你取代我成为先发的不久之前，什么意思？这什么文法、啊？这我不知道，只是时间问题。我觉得啦，他都这样跑来过来跟我们讲了，我们要保持礼貌。I don't know about that, man. I'm just trying to help this team win games. The rest of that stuff is up to coach. 没有，其实我们超想要替代他的，他垃圾一个。但我觉得最垃圾的还是 Jefferson 啊，叫他过来跟我面对啊。哎呦，这位球员真的不错哦！这 Jefferson 嘎林贝出海啊，我要跟他对质啊 ！A few moments later， 来来来来，撞篮板，撞篮板，撞篮板 ！Lou Williams， 哇靠，他连续2颗哎，太猛了吧！2颗哎，垫一下，再上去，身材可以一碾吧！我最爱的全场压迫，压起来，外线太准就是要压起来。Beasley 也是一个天才球员，只可惜哈，心态问题啊。四三步，走了。中距离，干拔一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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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老鹰全员都开火哎！啊，这 Beasley 怎么做那么丑？走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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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好球！里面轻轻松松，双手暴扣，真的不管传 Aliu， 超级怕传 Aliu 直接爆传，丢失一次这种机会。真的，这个老鹰队阵容很猛，替补还有 Dennis Schroeder， 他最近巴黎奥运也带领德国队打出很漂亮的。比赛啊，他个人实力打球非常秀啊！哇，这个老鹰怎么会在2K24里联盟垫底？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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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加速，瞬间加速，上去！哇操！好特步，超级帅！
超帅啦！我好喜欢2K14的 fade away， 很有美感。Shoulder 的缺点就是什么？身材太矮小了。给你，又是一个漂亮助攻，里面又是一个助攻。啊啊啊！弹珠台哦，一条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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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了个蛋嘞！这边给我演，我就知道，看到这个时候教练要把我换下来了。再度上场，38-34，领先四分。想打 Favors 想打低位吗？哎呦，又是一个助攻！我就说，到底是哪个观众瞎了眼，说我都没在传球啊？助攻的定义是什么？队友要进啊！什么叫我都没在传球？他们不进，我还一直传给他们，到底是谁不传球？火锅！顶级防守啊，非常恶心。来，大传，哎呦哎、欸，啊，你可怎么没有把握住？好超好超，顶级防守是我们这边。有了啦，这进的话就直接， no. 这怎么不会进 ？2K， 半场设定3出2进，4出1进好了。可惜那时候还不流行五外，过了过了过了，再上去。飞好高，真的飞好高啊！拆炸弹，拆炸弹，拆炸弹，给你拆炸弹了！哇哇 ，Jefferson 终于有一点用处，一定要这样子掉在悬崖边才懂得珍惜啊！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走喽，垫步，有没有这个传球多帅？这边这边这边，哎啊！火锅，我操！我们这防守是真的非常拼啊，从北边飞过来补防这个火锅，拉一下，掉，垫步，又吸到包夹，可惜 Jefferson 应该把握不了。What the hell？ 他捡这么准？他今天怎么这么准？难道真的是会怕了吗？看一下是要怎么打，转身，哎，掉了，哎，这样可以吧？有耐心。这一场我们虽然得分没有很高，但传了一堆助攻，队友都把握住，所以目前有11分啊！哇，又是一个火锅防守，态度态度态度啊！教练要再度把我们换下来，应该是到中场结束，55-44，还有领先11分，想打 Jefferson， 哇，这低位好帅哦！呜、哦，当年堪称可以跟甜瓜拉布朗对轰的男人，我操！睡睡睡睡，冲冲冲冲冲，走走走走走走。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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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干直接干，帅拉杆，冲了老哥，又是一个助攻，帅不帅？美不美？来喽，补防哦，补防，又是我火锅，单场3颗火锅都靠我们一个小后卫，走喽，拉一下，掉了，再上去，好帅哦，这球蛮有飙风玫瑰的感觉，瞬间换手，帅呢，哇！这球骗到我哎、欸，好骗哦、喔，老鹰队，刚才那球真的骗到我，传对角，没人守，这样没犯规哦、喔，比斯林量已经扑过来了，没犯规。我发现我们很常在下半场火力全开，转身，再转一个，林志杰双转，喂，这样怎么放枪？那样不可能会放枪啊，怎么可能？系统球，走走走走走，再一个助攻 ，nice play， 远步。侧飘头，哦，好帅，真的很帅，殿下 ，Kobe， 老哥就是要单吃你呀、啊、！Crossover 拉一下，老哥来了 ，Double Double， 帅，我的，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怎么穿我？怎么穿我？传个助攻，团队团队团队，谁再敢说我不传球啦，我就直接传10颗给你看呐！啊，我就想问一下 NBA 2K 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做游戏修 bug？ 1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 bug 了，身体都穿在一起了啊，怎么现在2K24也有这个 bug？ 可怜呐、啊！得得得得得得，好了，再传一次助攻。有，最后6秒，5、4、3、2、1，可以吗？要到犯规，关键时刻巴特皮的要到犯规，就等于就是另类巴特皮的啦。这个两罚罚进，好爽哦！没想到这一场领先24分了哎！里面助攻，哇 ！Holy shit！What the hell？ 这个10号隔人扣篮啊！
好球哦，有没有这个预判？再一个顶级传球，哇，哈哈好猛！哎、欸，这个十号真的很猛，他刚才已经隔扣一个了，他现在又再隔扣一次，71评分，我看他的能力值是多少？灌篮69，弹跳力是多少？79。那这样的话，我们灌篮77，我的弹跳力是多少？80，我比他高。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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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包，再包，再包里面。又是一个轻松助攻，15助攻啦！教练其实可以把我们换下去了，20分是不会输的。果然呢、欸，哎、欸，被我预言成功哎、欸，我太了解2K 的尿性了啦！来咯，看一下最终比数，应该不会输，129-94，屌虐35分，超爽！老鹰队 Hofer 28分、8篮板、2助攻、3超截、2颗火锅，好猛哦！比斯利16分、12分、11分。我们爵士队39分、23分 ，Kent 23分、20分 ，Ferris 也 double double， 哇！比赛回顾表现极佳，获得711 VCB， 这么少，那我们难度一样没有变，完全没调过。练习馆隔天，啊？I'm hearing a lot of good things about how you. 苏瑶，苏瑶。Thanks, Coach. I'm just trying to fit in, you know. It's working. Too many young guys come in with the wrong attitude, like they got something to prove.I overheard you on the plane the other day. That'll go a long way towards getting the rest of the team. 有没有？我就说要选正面回答、啊，总做做效果。And you're committed to helping this team win. They'll be on your side no matter what. Man, I hope so. 还好我是选第一个选项，不是选第二个。I just wanted to come under the right terms. I don't want any drama. That's a good thing. You just keep doing your thing. I got a lot of confidence in your game and your potential as a teammate, especially lately.If you ever need anything, you just let me know. I'm here to help. Thanks, Coach. Really means a lot coming from you. For sure. I hit the showers. I gotta get back to this game tape. 看一下上场时间，28分钟。下一场应该会变先发啦，应该啦。